臭小子，在干什么呢？走，陪姐姐逛街去啊！我要睡了，明天打比赛。大周五的才七点多，睡什么睡？哎呀，你赶紧睡吧，累死了。你这个小奴啊！死亡之所，没错。区域预选赛总共有八支传统校队，我们组就分到了两支，一和二中，和静门桥中学。不是三个对手吗？那还有一支呢？是以猎狗打法出名的灵泉中学，据说球风相当凶悍，碰到他们的人免不了会掉两层皮。而且想要晋级淘汰赛，我们必须要击败三个对手中的两个，怎么看都会是最糟糕的局。而以你们现在的实力，碰见他们任何一支队伍都必输无疑。明天一定要赢。的第一场高中联赛，我等这一刻等了三年了。好专业的场地，是紧张起来了。悠悠来看比赛的概率是2.974%，一定不能丢脸啊！高超，回到这里，悲伤的记忆就涌上心头。宋总，怀念这。这是本赛季京北附中篮球队的首次亮相，也是这个赛季的第一场正式比赛，更是我们冲向全国联赛赛场的第一步。声音大点！更是我们……他在干嘛？说的是昨晚太紧张没睡觉，更是我们冲向全国联赛赛场的第一步。算了，一边去！今年球队有各路悍将的加盟，大个中锋。是的，蓝领灵活胖子，我说你来抢这段时间吗？你对我脸啊，起开！你看你抬我干啥？我也没捯饬捯饬，这也不事先说一声。他们的教练看着好凶啊！等，打抢空隙时间，抛起来，抛起来！又不是我教练，我为什么这么紧张？我说你大早上骗我来看京北附和林泉的比赛干嘛？还以为你真知道早起练球了。嗨，来都来了，就看看呗。今年的京北附，跑起来，兄弟们！也挺有意思的嘛。是吗？什么事啊？我说你不会又是来看女生的吧？他们什么时候走这么近了？邢师傅的人来干嘛？他们又不用打区域预选赛，打起精神来别让人家看笑话了。我以后也要在这儿打球。哎，我看到白毛哥他们了。哥们儿，麻烦捡下球。云墨，哟，这都有多久没见面了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。别来无恙。是啊，怎么装作不认识了？老
好队友，你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情也一起忘掉了吧？别走啊！啊！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没看到人家不叫林毅吗？你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这是我哥。哥们儿，哥们儿，那你帮我问问你哥们儿，他都把我们几个当什么了？他对得起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吗？你说够了没有？拿开你的手！你滚开！不干净点儿！技术犯规各一次，比赛还没开始就不老实，再这样两个一起驱逐了。技术犯规，等会儿再找你算账。好啊，拿球说话。好了，熊总，别说了。好啊，拿球说话总好过有些人连球也不敢拿了吧。真好啊！哎，白毛哥们上场了。兄弟，防我你得把眼睁开。谢小爷我吧，高胆这孩子没早点打球真是可惜了啊。我没球打也很可惜啊，快点换我上场啊。你还是老实待着吧，不冷静下来我是不会让你上的。我说了，谁叫你一上来就领技术犯规。话说开场前能吹技术犯规吗？什么是技术犯规啊？技术犯规简单来说就是非攻防原因导致的犯规，例如肢体冲突、语言辱骂等。累计两次技术犯规的球员就会被裁判驱逐出场。那许星泽不是危险了？对呀，这个白痴。关心学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比赛啊，毕竟是咱们篮球队首秀嘛。关心学姐，我的女神。他对我笑了，女神对我笑了，我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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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也太容易了吧！死亡之组就这？来，大一，大一，你，石宝山，傻大个儿。
去。那样不犯规吗？别耍了，这可不是过家家比赛。完全进入了林泉的节奏中吗？没错，他们的全场紧逼不是一般球队能应付得了的，再加上金北富又只有一个控球点，这样消耗下去，小胖子必然体力透支。金北富麻烦了。打得太累了，这样下去不行啊。哟，我就说刚刚那么嚣张呢，原来开打了就躲在场下装孙子。还拿球说话，吓死人了。气死我了，那个混账刀疤男。原来开打了就躲在场下装孙子，吓死人了。都怪那个李老师，害我被人嘲讽暴气。哼，我一定要说服他让我上场。你不该那样子。我去，吓死我了。我怎么做了？你没必要跟何璇动手。那家伙叫何璇，管他的呢，我那还不是为了帮你出头。哼，我许兴泽对哥们儿向来都是两肋插刀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因为这事儿，我场都上不了，你可得补偿我。如果这场我们赢了的话，你就加入球队。我好，我就当你答应了啊。下场比赛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居然，实在是太他们的全场紧逼太熟练了，我们落不到阵地的话，迟早会被耗死。老大，你尽管落好位置要求，我一定会把球传到你手上的。大家跑起来！队长，你也下球。段伯廷比起上次进步了呀。的确，以他的身体天赋，落入阵地对方应该很难单防，
这应该也是林泉一开局就用全场紧逼的原因。接球就好了，穿不了啊！行，那等一下。告诉你一件事吧，只要懂得团队配合，没有什么人是防不住的，除非你的队友都是废物。你说什么？没听到他，他是在故意激怒你，中套我们就完了。啊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个坐冷板凳的，场都上不了的人，应该连个废物都不如吧。我说这人嘴也太欠了吧，你不怕再吃个题给你罚下去？哼。这垃圾话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嘛，别太在意啊，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破掉他们的猎狗围攻才行啊。怎么破啊？猎狗再多也追不上咱银色闪电呢，啊！哦，白毛哥！哟，这么快就上垃圾阵容了，会不会放弃的太早了？发球，待会儿我跟小胖交叉跑位，谁空出来就传谁。那为什么是我来发球？因为你有场上最好的视野。这小子快下好利索，可恶，被他撞到了。这次是胖子，小跑，冲啊，星子！你们这帮人不会连个坐板凳的都搞不定吧？这小子挺出息的，太解气了。你看，他们解除全场紧逼了。传这边，好兄弟，
告诉你一件事吧，你废话太多了。干什么？医生，后面的比赛不能再打了。怎么样？老段，更惨。撑着点。混蛋！我这一拳疼吗？疼。那还不赶紧去追分。